没有人的 pavilion。 今天要跟一个个子很高的闺蜜出门，因为昨天的造型太 A 了，今天来一个阳光妆容。现在可以看到我脸有点有光，是因为上一个保湿的隔离霜。还有这黑眼圈的部分，我不会刻意去遮瑕，只是用彩妆蛋上面剩下的一些粉底去这样，效果会更自然。然后我会用这个定妆来喷一下。 因为要戴口罩的关系，脱妆真的很严重，化妆品都在口罩上面，然后再定妆，再上个散粉，上个眼影。因为今天是用手机拍的，所以有点不太清楚。这眼影盘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，这个主光，这个主光超好看。 很细的珠光，一般颜色我都会用棕色，日常的妆都会用棕色。夹完睫毛之后呢，我会在睫毛根部加上内眼线，画面可能会有点丑。加上腮红，很可爱的腮红，3CE的这种橘色。 没有觉得怪怪的，眉毛。出门喽，没事让我走这么远。你看他，你看他，183的闺蜜，<笑>我们一起唱。<笑>也不是喜新厌旧，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，当你寂寞时。 哇，美女耶！<笑>点了一个可颂，还有少不了我的美式冰咖啡。喂，你可以专心一点吗？<笑>